是凌晨1:57，我刚刚洗了个澡。今天给我那个第二个 vlog MLK Day 那个 vlog 加字幕，加了得有8-9个小时。就是我又要加中文，又要加我自己翻译出来的英文字幕，然后因为它那个字很小。就是我是用 iMovie 做的嘛，然后它那个 preview 就真的特别特别小一块，然后所以我一会儿要在那个 preview 的那个地方做，一会儿要点开全屏去打字，然后就 oh my god nice， 一个7-8分钟的视频，我加视频加了7-8个小时。 But anyways， 今天是周六，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是周日了，因为是凌晨了嘛。我睡这么晚是因为这个周末是个 long weekend， 周五老师开会，然后周一是 president's day， 所以有4天堕落。哦天哪，我的中文啊。然后我今天在图书馆本来在看 Amy Tan 的那本 The Joy Luck Club， 然后看着看着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做 vlog 的 idea， 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 7-day facial mask adventure。 今天第一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天的主角是他，A by Bomb Ultra Water Leaf Mask， 这什么神仙植物水 ？I don't know。我现在贴的就是他，因为我是痘痘肌嘛，然后所以。我几乎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都会清那么1-2个痘痘，然后脸上就会非常红，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贴面膜，所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贴面膜，然后所以我就想既然每天晚上都贴，就给大家一起 share 一下我每天都用了各种各样的什么面膜。我用面膜跟吃一样，真的用得特别快。然后今天这款我觉得它里面这个纸特别特别，因为面膜不都会有这种纸，就是防止它面膜粘在一起嘛，但是它这是像一个纱布一样的，我觉得设计非常合理，就是不会粘特别多的水。然后这款面膜就是精华非常轻盈，我本来就痘痘肌，它再给我油，就脸上出油就肯定看都看不了了。然后这个敷完之后凉凉的，很清爽。拜拜。 Hello， 我又回来了。今天是周日，现在是11:19，然后我今天要以我的艺术照做背景，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明星？睁眼说瞎话。好了，今天敷的这个面膜是不是看上去很奇怪，它就是这位。嘿，昨天敷的那个面膜是韩国的，今天这个是日本的，叫 LuLuLun 每日护肤美白面膜，但我也没见它给我白多少。不过我其实买它主要是因为就是不像其他面膜一样，它就完全就像一个就是湿敷那种，之前我就是用日本那个薏米水然后倒到棉片上这样湿敷，然后这个直接就代替了那个伊布姐姐，然后它 一包里面都挺大的，有30多片吧，32枚，就是水分特别足，也没有什么其他精华的这种。如果你只是想省事不想铺水的话，那就用这个咯。然后这个我觉得超级搞笑的是它的这个形状太日本了吧，你们不觉得长得很像艺妓吗？就这个就眼睛啊。不过说到艺妓，我就要提一下这本书，哒哒哒哒，艺妓回忆录。
我前段时间读完的，哇，简直了，超级喜欢这本书，现在这个在我的书单里排名 number one 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日本的作家写的，结果没想到这么多就是生动的关于艺伎的故事，居然是一个美国男作家写的 BU 毕业的，他就是做了很多调查然后写出来的。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第一是之前没有对艺伎有任何了解，第二是它里面有非常传统的那种日本的比喻，比如女主的对手，有一次女主就形容她的对手说她的脸像是就是梨上面的那个磕坏了的地方，然后我就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比喻，觉得非常新颖。最后就是我本来以为这本书它是就是历史性的小说嘛，然后结果其实它是个爱情故事。我完全没有想到它的结局会是那么甜那么甜，完全推荐，嘣嘣嘣，完全推荐哦，一定要去看。Hello， 今天我要以 All My EXO Boys 为背景啊，这里还有一张。今天的主角是他，我的美丽日记玻尿酸极效保湿面膜。Alina 说她小时候的时候会用这个，我确实觉得它的包装非常 childish， 但是它水分好足，而且特别滑。我要是上下拉的话几乎可以上下滑动了几乎啊！我还是就半张脸吧，整张脸显得脸太大了。我刚刚从 Nelson 的 recording studio 回来 record 了那个我们的 Be With You 那首原创歌曲，然后一会儿我要复习一下 Cap 的Game Changer Quiz，就是从19世纪到21世纪对各个艺术形式有特殊改变和贡献的人，然后要知道一下他们的年份，他们作品就有名的作品，然后从以什么方式改变了那个 art form， 然后我还要再写一个 Mark Waldo 的 short story， 就是英语课的作业。Mark Waldo 是一个意大利作家 Calvino 写的，我那个 story 的 setting 是在北京。这个 long weekend 什么作业都没做，留到最后现在快十点半了我才开始做。 Procrastination 第一人。好了，哦，这里有个 Taylor Swift， 我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他，但是他转型了之后我就所以 OK 我要开始工作了，大晚上的，拜拜。